说自己这个身体不舒服，而且昨天一夜没睡。我在这边看，怎么看就是看不出来，真的。不过我看到他在一直在咳嗽，然后刚才呢，其实他在后头鼻音真的非常的重，但是呢，他的肌肤真的很漂亮。来说说你平日的保养之道。其实因为之前呢，两个月前我们参加一个马来西亚的 fashion show， 就我到了那边以后啊。